家好，我是微笑主厨微菜老师。今天要分享的是冰箱的常备菜，教你全植物自制未来肉。我们先来示范这个自制的未来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压力锅，记得下面一定要放水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就直接放上糙米两杯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红梨，这个红梨它的天然的蛋白质也非常的高哈。那你如果是糙米的话，水是1:1.2杯的水，好，那红梨是1:1，哦，那因为老师已经比较有经验，所以我就直接放。那如果说你用什么杯子量，我们就用什么杯子去量水就可以喽。好，拌一下。那再来呢，上面这一层，因为这些都是很难煮的，像这个鹰嘴豆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雪莲子，洗干净之后呢，那如果说你是用电锅，记得要先泡4小时的水，让它的水分先浸透进去。那因为我用的是压力锅，所以我就没有泡水，直接去煮。那记得这个水一定要淹过它，要高于它的面积2公分。如果说你用电锅煮的话，大概要2杯的水，然后要煮2次。那我今天用的是压力锅，大概2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25分钟之后呢，我们让它完全泄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锅了。哇，你看我们的鹰嘴豆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提起来。好，那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红梨糙米饭，这个都是我们未来肉的基底材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拌炒咯。要炒菇呢，记得锅子一定要热。那首先我们要放的是蘑菇，一定要让这个多糖体先释放出来，你的菇才会香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省去切的动作。好，我们把蘑菇先放进来，陆续呢会放我们的香菇还有杏鲍菇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通放进来。因为是常备菜，所以你平常量啊就可以给它多做一点，然后平常放在冰箱，然后就可以做一个像汉堡肉的样子。因为我们没有用粉呢，因为我们直接用的是我们的糙米红梨去当它的那个粘着剂，那我们就不用什么面粉啊、太白粉啦、然后这些都完全是无麸质的人都可以吃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加入我们的调味了，还有我们的黑胡椒，还有毛豆，这个都是我们的天然的植物性的高蛋白。好，我们先盖上锅盖，让它煮熟。好咯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菇，好香哦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菇跟我们的毛豆都已经好了。然后我刚刚不是讲说我这边味道会重一点，是因为我要加上我的鹰嘴豆。这个常备菜啊，有这样子我们就会一直去变化多种不同的料理。好，那这边是因为我们不添加面粉啊、淀粉类再去让它成粘稠状，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米饭去让它成那个稠状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如果要做汉堡肉我们就可以再把它打碎一点，就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面。好，就把它打成泥状。你当然也可以用家里的果汁机，也可以，就把它打碎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肉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塑形，你的手上呢可以先抹一点油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塑形。在家里如果说等它冷一点，它会再硬一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4个圆圈圈
都先放上油。好，一个来煎蛋，一个就来做我们的未来肉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位置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番茄给放进来。因为我讲过，我们的番茄呢，如果有先加热过，它的茄红素会比较丰富哦。那我们就来煎一下咯。好，家里如果有这个汉堡，随时都可以来组合，有花生酱，有果酱都可以。我这个是凤梨酱。好，然后放上我们的生菜、番茄，然后我们的蛋。其实可以放在肉，这个未来肉的下面，因为等一下未来肉的热气进来，就刚好把我们的起司给融化哦。有没有很营养又很健康？这个就是我们用未来肉做出来的汉堡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的是未来肉佐红酱糙米面。好，我们先来做这个糙米面条。好，我们丢进去我们的压力锅里面会比较快哦。那记得一定要让它泡到水，它软化了之后，我们盖上压力锅盖，等到它上压了之后呢，我们就马上熄火，然后再拿出来放冰水就可以了。它本来软软的，你会发现它就变 Q 了，哦，感觉上有一点像意大利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蒜头先切碎，放一点油。好，再来是洋葱。好，这一道是比较像意式的做法，好，所以我们把洋葱跟蒜头先炒香。好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用低温就好咯，所以不用过度的烹调，不用把洋葱炒到变咖啡色。好，再来是番茄。好，再来是这个番茄配食，这个在超市都买得到。好，这样子炒完之后呢，这个天然的红酱就形成咯。好，加上我们的意大利香料，加盐。红酱炒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我们的未来肉放进来，等到它全部 mix 在一起之后，最后就把我们的糙米面条放进来哦，全部拌炒在一起。好，最后甜椒配色，花椰菜。我们现在就是等着它冒烟之后整个熟成，好，我们这道红酱佐糙米面条就好了。接下来这道是胡麻酱佐植物蔬菜松。最特别的就是这个胡麻酱，我们要自己做哦，用花生烤熟带磨的就可以了，还有这个白芝麻酱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打成它的花生碎。好，打到我们的花生碎之后呢，呈现这个粉状，就开始可以来添加我们要的醋啦，还有我们要的糖啦。好，一点酱油。这个胡麻酱如果学会了呢，不管是你要做凉面，做这个蔬菜松都很方便。好，然后再加一点水，开水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快速就可以把这个胡麻酱
而且最天然的，完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胡麻酱。你看，哦，我们的胡麻酱就做好了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哦，然后我们刚刚做好的未来肉，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宴客的大菜哦。但是我运用这个美生菜，一个人一盅，然后家里有几个人，我们就做几盅就可以了。我们在这边就淋上我们的胡麻酱汁，然后如果再加上这个油泼辣子，哇，麻而不香，但是就非常的好吃。有没有？我们运用这个未来肉做出三种不同的变化，家里只要有这个常备菜，你就可以变化多多咯。